晚安，我哋系广华医院嘅 Band One 乐队。今晚嚟到呢度，并唔系帮人义诊，而系想同大家分享一个故事，系一个真实嘅故事。呢个故事曾经系我哋广华医院百周年音乐剧《百载一心》里面嘅剧情。今晚我哋打算带大家翻翻去剧里面，同大家分享一下剧里面嘅主角。了解一下这个主角是怎样诞生，怎样的成长，怎样将他的抱负一一实现。故事就在1911年开始，主角不是医生或者护士，而是一间医院。这间医院服务了很多广东的华人，照顾了很多基层的市民和一批漂泊在水上的渔民。这间医院的建筑物虽然已经成为一座受保护的文物，但是它的精神就一直延续到今了。像新肺广世万众体结中世一把一把再一把，一间古庙一间医院，时间记了算，1911只此一家，在这屋檐下悠悠长路，力求达到，闯出广华路，齐负上济世责任，治病为民，幸临父母心。新的开始，高歌一起，上天守护你，不屈不挠，披荆斩棘。献出广华力，过了世纪，热情未退，一起不怕累，立志高，对着你讲，四面八方，约定再一把。全来有神龙座下，万丈新辉，往济万众。体结中世一把一把再一把，一世一世一代一代一把一把流芳百世。大家知唔知喺1911年以前，九龙同埋新界系冇医院嘅、哦，要入院咩？就要搭船过海啦，限时限刻，过到海啊，都唔知道有冇船翻嘅，真系好唔方便噶。于是政府邀请咗何启医生去主持一个倡建嘅委员会，而委员会建议喺当时嘅麻地，即系依家油麻地呢一度地方起一间医院。为了支持这个计划，政府亦都肯拨地2180亩，注资了130,000作为这个开办费。而当时东华医院的总理相当支持这件事，还募捐了一大笔的建设费。就是这样，九龙区的第一间医院就在1911年10月9日正式成立。而这一间就是我们的广华医院咯。这一边起变化，那一边知道吗？你那处多么远，长路也兜兜转，不敢讲功与过，是真心想冲破。
一水分家。这一刻想见你，不知怎可见你，眼见天色已晚，船上晚风更冷，讲不清分界线，但愿可不再见。一水分家，从一开始走到今天，总算与你一起，与你一起，从前一水分隔两边，但现在我与你晚晚见，似在面前。就比到你在面前，分分钟需要你，好辛苦好激气，晚晚我心挂挂，前路有些怕怕，差一点想放弃，但真心想跟你，不可分隔。不再分隔，廣華醫院成立了十年之後，它的服務範疇倍增。當年由於東華醫院的服務良好，信譽可靠，政府和班街坊都很信任他們。後來政府還在那一年頒布了擴充法規，確立了廣華醫院的法律地位，而廣華醫院之後就交由東華醫院負責管理和營運。法規除了列明了東華醫院對廣華有什麼職權和義務之外，還訂明了他們要幫市民看埋傳染病，而廣華還要幫手看埋天花病。他们的服务还得到不少市民的认同和信任。之后那百年，无论顺境或者逆境，广华医院都不负所托，凭一个信字，一切的承诺都可以一一兑现。想听你讲，请不要讲道理，直接的讲，要一生跟我一起。纵英文签名不过一串串字，讲得清楚等于讲一个信字。今天开始，你已是我的意义。1911，我开始守护你，由到11。一个世纪，一篇一篇不单止一串串字，讲得清楚等于讲一个信字。当天开始，我已有我的意义，不想讲得太多，太高深不合我，只想讲给你知，讲一个信字。守护你，留到一日，已经过一个世纪。
串故事，讲一清楚紧，讲一个信子。当天开始，我已有我的意义。Oh baby， 讲个信子。Baby， 欣赏个信子。Baby， 一个信子。广华医院成立了十年之后，它的服务范畴倍增。为了服务更多的市民，医院就开始自家培训这个护士和助产士。而助产士当时呢就真的叫做接生婦。我们计过的啦，每八个香港市民呢就有一个在广华医院出世的。广华训练出来的护士啊，不少还成为一个专业的护理人员。他们个个都心地善良，发奋向上。于是乎，白衣天使就代表着一些纯洁有爱心的女士。听到啊，都人见人爱啊。我告诉大家知啊，当时就有一个爱情故事，就是有一个后生仔对有一位姑娘相当倾慕，之后他们就在不经不觉间产生了一段似有但未有的感情。有一位姑娘生得漂亮，心地善良，发奋向上。这一位姑娘突然不知去向，很想找他，所以高声继续唱，很想问问你有没有时间听，有些心事想讲你知。再过了几年，终于碰面，样貌依然，体积无变。这一位姑娘肩上颜色已变，不敢讲出，只有低声继续唱。很想问候你有没有时间听，有些心事想讲你知。再过了几年开会见面，风采依然，职位已变。这一位姑娘突然和我说笑，不敢讲出，只有偷偷暗自笑。很想讲出，我祝你开心继续笑。听完这首歌，是不是搞到你对这位姑娘都产生好感呢？不想知道这段感情的结果是怎样，不用心急，稍后就告诉你。讲回医院，当年就因为资金的问题，就只能够种到赠施西药，而中药方面就只能够种到赠医而不赠药。直到在1922年，有一位女士她捐出了50580元
去支持广华医院施赠中药。后来东华董事局亦都俾呢一位女士感动咗，决定帮手筹募经费，终于喺1927年正式开始施赠中药服务啦。诶，呢一位带头捐款嘅女善长为人相当低调，咁佢冇留低自己个名，自系称自己做有名氏小妇人。佢呢一种无私嘅奉献精神，的确系令我哋十分敬佩嘅。就是你脸活在今天，近在眼前，传说的他到人向先，神秘的他一生奉献。他就是意义默默捐出献上心意，无悔的他没留声嘶，神秘的他一生奉献。相似有在今天，要在城市，但求相思，怎知道留下精彩故事，令我倾心向往，他一生等于奉献。其实每年捐出善款的没留下性命的人真是多不胜数的，他们的慷慨和爱心令到很多有需要的病人都得到帮助。我们没办法对这些善长一一道谢，唯有用这首歌来表达我们的敬意。各位朋友，请给点掌声这班善长，给点掌声去多谢你们曾经做过善事的你自己。他就是你脸活在今天，近在眼前，传说的他到人向先，神秘的他怎开一见。哦，他就是意义默默捐出献上心意，无悔的他没留声嘶，神秘的他一生奉献。相似有在今天，掩盖盛事，但求相思，怎知道留下精彩故事，令我倾心向往，他一生能如梦见。到了1941年，这一年是香港人最艰苦的年份，当时日本人占领了香港，英军撤离，市民四处走难，食无温饱，市面一片萧条。当时广华医院亦都要面对财政困难，没了政府的资助，东马物业又收不到租，撞啱打完仗，有很多病人需要入院，就算住院的病人都好啦，很多都不够营养的，咁医院就唯有喺啲病人餐度加啲红豆嚟作为佢哋嘅补充剂啦。好彩呢几年仲有东华董事局同埋街坊嘅捐款，先至可以撑得住呢3年08个月咋。其实经历呢个艰苦嘅过程当中，广华医院嘅员工能够上下齐心，全程留守，不离不离咁撑过呢一段黑暗嘅日子，靠嘅系佢哋嘅一点坚持。一点的特质，一点的执着。平凡是我活着感觉不错，那些年头黑暗处遮风挡雨，平凡没错，总算一个自我，小小挫折，小变化，不必惊怕。天生我一点真心，一点痴心，一点不服气。别人已退，无言以对，偏与你一起。天生我一点天真，一点不羁，爱拼才会胜。几个年头转身而过，痛苦很快过，平凡像我
几伤心都要过，一起同行一班人，终点很近。平凡没错，总算一个自我，小小挫折小变化，不必惊怕。天生我一点痴心，一点痴心，不必讲道理，被人劝退无言以对，留低与你一起。天生我一点天真，一点不羁，有你才有我。那些回头得失，回头得失早看透。讲开打仗啊，喺俾日本人占领嗰阵，由于中药短缺，日本人就要下令东华同埋广华医院唔准佢哋施赠中药啊。对啱啱起步嘅中医药发展嚟讲，呢一个真系倒退嘅日子啊。不过时间过得好快，到咗1997年，喺国方嘅努力之下，中医服务同埋中西医结合服务又再次兴盛起嚟啦。而将来广华医院重建，都计划开设中医病床，对中医药发展嚟讲，的确系一个好大嘅好消息啊！各位朋友啊，咁听咗广华医院嘅发展故事，你会发现偶然会有一时嘅倒退，但系喺漫长嘅经历里面，呢一啲只不过系一个小小嘅插曲，只有坚持，我哋相信一定会成功嘅。漫漫长路里，哪里崎岖怎会知？成事无轻易，路要起步试。万事无绝对，落个谷底登个高。成事靠起步，别再等运到。哪里见到信号？哪里有出路？别再等待，尽快起步，终点一定到。哪里怨天怨地，哪里有转机？路在足下，迈进一步，终点一定到。在日本人占领了3年时间，东华董事局差啲都找不到人接班啊。地上无觅处，有山高天更高。前面有生路，路会一定到。你有你讲奋路，我有我走路。别再等待，尽快起步，终点一定到。你说你想愿望，我发奋去闯。路在足下，迈进一步，终点一定到。活在当下，尽快开步，终点一定到。Thank you。我哋终于挨到1953年啦。当时打完仗，香港嘅人口就越嚟越多。搞到當時醫院的病床好不夠用，周圍都會見到有病人共用病床，響產科仲誇張啊，閒閒地都有3、4個大肚婆瞓埋一張病床啊，呢一種情況隨處可見。後來政府都知道問題嘅嚴重，終於喺1957年答應撥出咗80% 嘅資金去重建當時嘅廣華醫院，而東華董事局亦攞咗20% 出嚟。就係咁，廣華醫院第一期重建就開始咗啦。啊，唔該你唔知喎，當時重建嘅方案咧有好多種，但係為咗保持服務，最後我哋都係選擇咗逐步重建。呢個理念亦都同我哋嚟緊嘅重建計劃一樣，所以我哋好有信心，前人做到嘅，我哋都會做得到。各位朋友，喺重建嘅過程中，你要相信我哋。
相信我哋会一起努力，相信我哋会竭尽所能去维持服务，相信我哋啊，终点一定到。一进一退，十岁只怕进退失据，然后夹硬上勉强，不过比赛暂停，进退要有方向。Maybe I will carry on， 识进识退，应退不退，失去根据，前面有变化不怕，知道比赛未停，进退要靠功架。Maybe I will carry on， 呢一分钟你话会渐失，终有一天咬住你冲刺，你进我退，不过等你出错，从来冇惊过。呢一分钟你或会渐失，终有一天咬住你速蚀，你进我退，不过等你出错，从来冇惊过。影进则进，影退则退，找对方向，然后豁出去争取，尽管天塌下来，我替你遮盖。Oh baby that's what I want，I will carry on。 人生在世，往往都有很多不如意的事情发生，当发生意外或者灾难的时候，即时的支援和紧急的服务往往需求大增。而广华医院位于闹市中心地带，很多时就是会成为优先提供急救的地方，例如有什么大火啊、严重的车祸，甚至乎最近的南丫岛撞船事故等等，都会有伤者送过来的。而跟着这个不幸的故事就发生在1980年代，旺角发生了一场震撼的警匪枪战。好不幸啊，有一个头部中枪的警察入了来我们广华医院。当年凭着我们一班手足上下一心，各人的努力，人心人术，这个警察他终于康复了，他不就是我们认识的无味神探吗？他是一个很好的警察，一个好汉英勇风格，一次枪战肝胆相照，子弹击中终于倒下了，子弹穿过摧毁了感觉，呼吸心跳听见呼叫，相隔不远火星高潮，一班手足 stand by me， 遇到失意越战越勇，不再犹豫，迷迷糊看见医生，心无坏，脑无坏，只不过差了一点气味。各位朋友，这个警察在医生和护士的悉心照顾之下，慢慢地去康复了。而负责煮餐他的医生今晚都在这里，他就是我们 Band One 乐队的首席钢琴手 JK 郭正光医生。刚进医院不知怎去打算，开工抽血打针打到手软，终于一天留下这讲笑，一个警察终于康复了，这个警察有正气呼应，跨过生死多了感性，今天帮你他朝靠你，医生警察一起伴着你。我俾啲掌声，John Kwok郭正光医生。
到了九十年代，香港人口老化，有些公公婆婆表面好似冇咩咁样，但系其实佢哋嘅记性就越嚟越差啦，搞到佢哋自己同埋身边嘅人都好困扰啊！最恐怖嘅就系呢一个老人痴呆症，的确系有年轻化嘅迹象。所以今晚我想借助两位小妹妹的歌声，希望能引起大家对这个病的关注和身边的人的包容。我们给一些掌声两位小妹妹好吗？掌声我们两位小妹妹 Effect 和 Isabel。 讲到九十年代，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有一位姑娘的故事呢？这位姑娘偶然会想起九十年代发生过的事，她知道虽然不是每一个故事都有完美的结局，但是都算经历过。而那位姑娘就凭佢一份执着，执着咁一直生活落去，或者佢相信有一日，
有坚持，人各有志，记得当时突然一丝爱意，不懂讲出心里忐忑更在意，只想问问你，可有忘记吗？失散以后遇到吗？未见将来，怎可靠近？真诚，很想倾听，各走天涯，自问心中有你。每当变幻，暗里低声叫唤你，很想问。一点爱意，只要活着，可以温馨再遇上。很想问问你，可有时间听我的音乐，祝福声，时隔多年。感人的故事啊！我衷心祝福呢一位姑娘，希望她可以坚持呢一份执着。九十年代过后，到了一个令香港人无法忘记的一年，二零零三年，当年沙士杀入广华医院的同事，就一手一脚处理了全港第一宗沙士病人。当时连病名都不知道的我哋。就只凭大家的经验和常识去判断去处理整件事。好彩的是医院和邻近社区都没有沙士爆发。广华医院你好嘢啊，你又一次不负众所托去完成任务，敬啊。一手一脚冇失礼，
各位朋友，今晚的主音吉他手 Dorothy， 她在沙士的时候立志成为一位专科医生，到了今天她已经成为一位呼吸科的专科医生了。预防传染病，大家记得洗手洗手和洗手。我这一招是最简单，我觉得你没得散，你对我感觉，我要你没混淆。 Alright， 你有问题老有上就没计，有夜突然杀到入你招妻，无你是哪位，我有计划有机制。 I'm alright， 我一手一脚没失礼，一手一脚够威势，一手一脚够威势。无可否认，广华医院的确是成功处理了第一宗沙士的病例，但是这个病就得到，但是这个病就令到不少市民受到感染，甚至乎死亡，当中亦有我们的医护同事，这一场仗都算是惨胜了。接着我们会用一首歌去纪念在沙士中伤亡的市民和我们医护的同事，希望向他们致敬。
各位朋友，能够和香港市民一起度过这一百年，是广华医院的荣幸。过了的我们会记住，而且会将它变成经验，好好地继续为大家服务。我们很珍惜大家的支持，未来的重建我们一定会努力，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广华医院，无论顺境或者逆境，我们都会和香港市民同心一起撑下去。Thank you. 在广华医院里面有一间文物馆，我哋个个都叫佢做大庙嘅。咁大家唔好误会，呢一间庙并唔系特别大，亦都唔系特别金碧辉煌，只不过系大家觉得大庙呢两个字嗌起嚟，总有一份莫名嘅亲切感，甚至乎有翻屋企嘅感觉添。
其实这间大庙里面供奉了药王神农氏，他很巴闭的，以前的人有什么病都会来供奉一下的，之后就会药到病除，精神爽爽。不信？每年春秋二祭，我们医院最高领导人都会带领我们的同事祈求药王保佑，希望病人可以快点康复，快点出院。我们的同事个个都身体健康，工作顺利。其实讲了这么久，这间大庙不就是正正广华医院的前身咯？每一天都会有很多学生和市民来到参观，他们个个都想感受一下100年来香港社会的变迁。这间庙令到我们知道前人曾经走过一段很艰苦的路，我们就是靠这份情去团结和维系我们的心。正正因为这间庙是我们的心，所以在未来重建的过程当中，我们会重点保育，完完整整地保留这份情，继续一起去见证广华医院和香港的变迁。神龙座下，万丈生辉，光祭万众，睇见中世一把一把，再一把。日间古庙，日间医院，是天机妙算。一九一一，只此一家，在这屋檐下。悠悠长路，力求达到，闯出广华路，齐扶上济世责任，治病为民，幸临父母心。新的开始，高歌一起，上天守护你，不屈不挠，披荆斩棘，现出广华力。热情未退，一起不怕累，立志都对着你讲，四面八方约定再一把，全赖有神龙座下，万丈生辉，广济万众，睇见中世一把一把，再一把。一世一代一代一把一把流芳百世。广华医院未来的重建已经是原址的第二次了，第一次就是1957年，当时打完仗没多久，人口膨胀，很多国内的朋友都会移居到来香港居住，而广华医院的设施根本就满足不到当时社会的需要，所以重建是势在必行的。当时重建的方案是希望保留原有的服务去逐步重建的，尽量减少对病人的影响。而接下来广华医院的第二次重建理念都会是一样，我们会尽量一切一切努力保持依家的服务。我们计划分两期重建，第一期就需要大约4年的时间。你想想，日本人占领香港都是3年08个月而已，广华医院都撑得过了。第一期重建只不过是4年而已，不过我们很有信心去完成任务。我们相信只要肯起步，终点一定到。送给大家这首歌《一定到》。漫长路里，哪里崎岖怎会知？成事无轻易，路要起步先。万事无绝对，落个谷底登过高，
城市靠起步，别再等运到，哪里见到信号，哪里有出路，别再等待，尽快起步，终点一定到，哪里远天远地，哪里有转机，路在足下迈进一步，终点一定到。无名处有山高天更高，前面有新路，路会一定到。你有你的愤怒，我有我走路，别再等待，尽快起步，终点一定到。你说理想愿望，我百分去闯。SARS 期间，广华医院接收了全港第一宗 SARS 的病例。当时 SARS 是什么病都没人知道。在医院里面的医护人员，大家互相支持，互相帮忙，就是这样，我们就一手一脚地处理了这个病例，还没有被这一只这么恶的病菌散播出去。未来广华医院的重建，我们都是一样，会一手一脚地处理所有的困难的。有嘢定，有嘢就连山都，山都有你当顶直头好多。为你系变威，你咪当我冇料到。I'm alright， 我一手一脚有分数。Alright， 你笑别人，佢笑别人买醋，冇理别人，懒理别人报告，咪笑我老土，先当正你有料到。I'm alright。我一手一脚有招数 ，Alright， 我第一招系最简单，我焗到你冇得散，你对我咁恶，我要你冇运行 ，Alright， 你有问题老娘上头冇计，冇计，有嘢突然杀到入嚟招妻，冇你系变鬼。我有计划有机制 ，I'm alright。我一手一脚冇实力。大家嚟拍手好唔好啊？最简单，我焗到你冇得杀，你对我咁恶，我要你冇运行。Alright， 你有问题，老友上搭冇计，有嘢突然杀到入嚟招妻，无理系变位，我有计划有机制。I'm alright， 我一手一脚冇失礼。一手一腳救威勢，一手一腳救威勢。今晚時間都差不多了，我哋要送上最後一首歌，歌名是《一起》。呢首歌是廣華醫院百週年慶典的主題曲，佢嘅歌詞好細膩咁描述咗廣華醫院同埋市民一起度過動盪的時代。同埋捱過呢三年零八個月嘅黑暗歲月，時代變，人在轉，只有情永在。未來嘅重建項目往往要跨過超過10個年頭，不過你哋放心，
廣華醫有一班年青、有活力、有剛硬的同事，隨時準備好，希望同香港人一起撐下去。啦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啦，動盪歲月與你結伴，未曾離開過。幾多風波，幾多俗人，沒法算清楚。悠長路上與你攜手，不需已走過。我更珍惜繼續和你一起走下去。漫漫歲月與你一起，未曾離開過。風雨聲起，只得避過。我苦痛多，顽强力量全程留守，靠我这一句，我只一心记着和你一起撑下去。活着就是精彩，百岁创未来，时代变，人在转，只有情永在。服务就是光彩，阳光新世代。一声号令，随时出发，继续比赛。哒啦哒啦哒，哒啦哒啦哒，哒啦哒啦哒，哒啦哒啦哒。这个晚上。我有说话，问谁曾听过？很想归家，却要守望，为你解痛楚。
謝大家上面，我哋係廣華醫院兵運樂隊。交翻俾夏日清风 ，Thank you。多谢夏日清风。